What is good? 那个 J 这个 Sean Hit FM 的大家好，我是 J Sean， 我是 Karen CC，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Karen， 你新年都在干嘛？今年哦，今年我本来是要回 LA 的，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所以我现在就是准备在台北过，然后nothing much， 应该就是在家里吃饭吧。哦，所以可是你如果回 LA 的话，你会过年吗？过啊，因为我家人在 LA， 所以应该也是在家里就吃火锅，然后之类的。但你应该没有很有过年习惯的人吧？就没有到会做很重大的仪式，就是会在家吃火锅。过年对你来讲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又老了一岁。Oh, that's it? Yeah. Oh.Also， 红包，对嘛？是不是 ？Yeah， 没错。因为其实我以前过年，我其实对比较在乎的就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吃东西，一个就是领红包。那你现在还可以拿到红包吗？没有，我现在是给红包，毕竟也比较年长了。哦，我现在是给红包，对，但也没关系啦、欸。我也要开始给红包嘞，给你妈妈。对啊，我有给我家人红包。That's good，、yeah. 而且。你知道我，因为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Karen 应该知道，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因为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我其实没什么在过年的。那我觉得可能他可能也是有点类似的状况，嗯，因为其实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过年是不会有特别的假期。对对对对，没有放假。对，而且你走在路上是完全没有那氛围的。对，除非你去 Chinatown。对，所以久了之后，你会忘记这件事是一件，就是重要的。要的对对对对对对、啊，真的是没错。我之前在那边，我八年没有在过年了。啊？你连吃饭都不吃吗？就是吃好吃的。I mean, I just do my stuffs, you know, cause, 我家人不在那里。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家人，我有亲戚在那边，但是我并没有假期可以长到可以去找他们，因为没有一些人可能在宾州，有些人可能在 LA， and I live in New York， you know，、嗯、那个飞的那个距离太远。嗯，对啊，我如果没有三四天以上的那个假期，我没有办法飞过去。懂，对吧、啊？但我觉得其实感恩节蛮像过年的。嗯，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感恩节至少我可以放假，我去找家人 ，and 然后我们还是 gathering together，and 然后吃大餐这样子。懂懂，我比较少过感恩节。因为我感恩节有假，所以我才有机会可以去找家人啊。懂。现在放的是什么歌？现在放的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Panapack 的专辑，叫做 Transmit。Panapack。很棒，他们是我的偶像。他们是谁啊？嗯，不知道，你们自己去猜吧。他们是你的偶像，然后你连你的偶像是谁都不知道，那你在崇拜什么？就是崇拜一个神秘感，你不懂的。年轻人现在很流行这样，很肤浅哎。对啊，我就是肤浅。你都不了解他们的本质。我不管，我不管。不行啊，那你还是要去深入了解他们这样子。没关系，他们一切我都爱。好，那个他做了一个非常不良好的示范，Karen CC 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不良好的示范，就是呢，当你喜欢一个东西，你要因为了解所以喜欢，你不能因为它神秘，你不能因为它未知，然后你就喜欢，那是很危险的，小朋友。你管我啦，喜欢想喜欢就喜欢啦。好闹哦！好了，没有了。其实 Panapack 就是对了，我们本人啦，这个在这边北兰已经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存在了。对，没错，这、啊就是一个我们去年加入的一个现实的团体，然后有 Jason， 有我，有 Jackson Wang， 还有 Ice。对对对，它是一个现实团体，非常的现实。对，嗯、我们只讲利益。嗯哼啊。啊，没事，有友情吧？哇，好无聊的笑话、哦，我天哪！利益哇，没有，因为你刚刚讲现实嘛，应该是讲限定嘛，对不对？啊，不是吗？现实不是一样吗？现实是一个，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啊，
不是那个现实、啊、哦，不是那个现实，我想说现实动态的现实哦，我想说哦，他是一个很现实的团体，哇，这个团体听起来就很嘻哈，这个名字。懂了，懂了，懂了。OK，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Jackson Wang 的新歌，对，我们王嘉尔，对，王老哥的新歌，然后 MV 很 cute， 而且我们在里面。而且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他自己想要表达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取的这首名字叫做王嘉尔，我觉得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下。对，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出现的出现的做着做着其实没有输别的。OK，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ackson Wang 的歌王嘉尔，那歌名是什么呢？王嘉尔、就是、没错，对啊，就是讲他的故事，对啊，然后 MV 真的很可爱，有很多彩蛋啊。你知道我第一天发的时候我就按赞我听，因为其实之前我就听过、嗯、他有跟我讨论这首歌，然后我是第二天又仔细看了 MV， 我发现哇，我好像在里面，对啊，我们在里面，其实蛮像的，很像，对，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身高比抓超好的。有吗？我没有看身高。他有大概，就是因为卡通人物能做的那个有限，你只能做一些大特征而已、嗯，可能就是眼睛、鼻子，或甚至发色、嗯，然后身高，我觉得蛮像的，超像，很可爱。但你不觉得他在走路的时候看起来像喝醉吗？是有一点、啊，是吧？他那个走的是摇摇的，他那个很摇哎、欸，对对对，对吧？But it's cute， 因为他如果正常的走的话，就会觉得很就是 normal。OK， 对他这样有 movement 比较可爱，所以让他有一点点晃动感。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其实 Panapack 是比较限定、比较现实的一个团体， yeah.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在我们团体外的时间继续去做我们比较 solo 的东西，大家都也会陆续去推出东西。没错，像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 Panapack 另外一个成员，他叫做 Ice 杨长青。没错，这首歌叫做 Stand Up。Yeah。对，那这首歌为什么叫取名叫 Stand Up 呢？那我个人猜测 ，Stand Up 就是站起来的意思。他一定是要鼓励大家要多走路多运动，那才会就是比较有益身心，因为现代人因为工作的繁忙常常就是坐着会，你知道，就是可能容易腰酸背痛，那他可能会想说如果你多站起来多 stand up you know walk around a little bit 是这么健康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我的个人猜测啦，你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我猜的是我脑海中的画面是那种 like we're standing up for something， 就是我为了什么东西要就是 standing for this， we stand up walk around you know so that we can have a better health。 不是啦，我觉得他应该是他为他的 art， 他的艺术，我们听一下他的歌词看看。对对对对。走出这里，我们要做大赢家。走出这里，我们要做大赢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直坐着，你的脊椎会一直固定，你知道吗？你没有在舒展，因为人家常常讲说，什么？坐，像我现在正在电台那。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但其实我一直在变换我的姿势，因为大家后来想说，究竟哪一个姿势才是最可以让你的脊椎，怎么讲？不受伤？不受伤？其实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姿势。现在推崇的是一直变换姿势。是啊。对，即便是那种就是所谓的工作椅让你固定住，但是其实后来有发现，你其实一直变换姿势对你的脊椎负担是最少的。所以站着对脊椎负担是最少最少的吗？站着的话，因为你一定没有办法固定的站着，你一定会多少会重动来动去，所以他才会说，他的歌词里面才会提到说 stand up 走出去，你就会成为大赢家。所以这是一个为了脊椎健康而写的一首歌，一定是这样子啊！你走出来，你走出去，你 stand up， 你走出去，你是大赢家，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健康的人生。好，那希望各种脊椎的保养品都可以找我们的 Ice 代言，我在这里帮他收这个工作啊，需要的话就联络我，我会帮你接给他。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我是 Karen CC， 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你这样子跟我 Tempo 很不好，我们没有默契。
没关系，就这样吧，人生就是要这样。哦，就自然就好，不要求一个刻意，不用说哦，我们再回去重来录一次。当然不用，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发行了一个全新的专辑，叫 99% Angel， 然后这张专辑呢，主推的就是不完美，也是很棒的哈。为什么会叫 99% Angel 呢？问得好，因为呢，我都还没问呢，我不管，因为这张专辑呢，就是在讲天使和恶魔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尽量把自己最天使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但是我们恶魔，我们的缺陷也是很值得被庆祝的，所以这张专辑呢，就是整个就是很棒。然后现在您听的这首歌呢，就是专辑里的主打歌，叫做 99% Angel。 Yeah, yeah.耶、yeah, ！你们刚刚听的那一首歌就是 Karen CC 的全新专辑 99% Angel 的同名主打 99% Angel。 所以你想要表达就是有 99% 是完美的， 1% 是不完美的，是这样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当然如果是让我自己抓一个很现实的比例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50 Angel 50天使。但是 99% Angel 跟 1% 的 What is it? Evil Devil? Yes. 它是一个你觉得很理想的 ratio 吗？理想的比例？对，理想的比例，因为我觉得100又太过于完美，所以缺那么一个 1% 就是还蛮刚好的。而且其实哦，我这真的不是怎么讲，就是包装。什么？我觉得他的这个 idea 是很符合，实际上即便是视觉看到的审美观都是符合这件事情。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不是好，我们讲例如说 model 或是可能是大家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可能是各种，好，我们讲举例 model 好了，或是演员或是歌手。嗯哼，那他们的有些人会觉得哦帅美，那帅跟美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黄金比例，例如说你的眼距比，然后你的侧面比这样子。嗯，但是如果你的所有的比例全部都符合那样子的话，大家就会长很像。而且你会发现最完美的 percent 就是可能 90% 是 angel， 然后 1% 是 90% 是 perfect， 然后可能 10% 是不 perfect， imperfection。 嗯哼，那可能这样子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个那个不完美会造成它的记忆点。嗯，就例如说它都哦都是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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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就会记不住了。对，可能我举例，例如说可能它的稍微眼睛比较小一点点，嗯，但是那个的差距就会让它会比较更有记忆 stand out 一点。对，你不觉得在视觉上也是成立的吗？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不完美，完美不一定是一个最棒的事情，有一些缺陷也是很棒的。而且那个小缺陷是让你的完美里面做了一个最佳的点缀。哦，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中文真好。对，没错。然后现在我们在听的也是最近很棒的一个新的 artist， 他叫做 Lee，very nice。你有听他专辑吗？有啊，因为其实他们制作人小富在做的期间，我就听过蛮多歌了，而且我也对他的东西以及对于观众可以即将听到这个人，或是慢慢了解他的音乐这件事情感到很期待。对，而且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他其实是孙盛熙的表弟。没错。对，其实他们两个长得也蛮像的。我跟你讲，我一开始没有这样认为，但是我后来有看到一些角度的照片，哇，我吓死了。很像，因为他们有个 MV 是在一起的，然后我就觉得要挑角度，但是有一些角度真的是哇，一看就是哇，这一家人真的很像。然后这张专辑我觉得制作的质量很高，非常高，然后完整度也很棒， MV 的视觉也很棒，我真的是真心的推Lee， 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artist， 很像一个牛仔裤的名字。Lee， 他其实可以出他的周边。会不会讲完之后 Lee 就去找 Lee？ 可以耶！哎，来，如果 Lee 想要找 Lee 的话，也请打给我。你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Lee 的 City of Angels， 接下来这首歌是 Jay 为大家选的
没错，这首歌是我，因为我这几年有蛮多的跨刀合作的作品，然后这一首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真的没有夸张，那可能是我那一年最喜欢的作品，甚至也有可能超越我自己喜欢自己作品的程度、solo 作品的程度。对，这一首歌呢，你听到的是来自顽童的 R&B Girl， 非常的90，然后非常的 What's that called? Bump and grind? Yeah, it's very like West Coast.感觉可以在那种加州的街道上看到你们坐在那种开着棚的厂那个跑车，而且我其实蛮意外的，就是这首歌其实我们当初推出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做什么 promotion， 因为它并不是被归类在顽童的专辑主打里面，但其实网络上的点播其实我觉得数据很棒，算还不错。对，那你们会想要拍个 MV 吗？我会想啊，但因为那时候大家也比较忙啦，但是现在都过这么久再拍我觉得蛮北蓝的，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会成立啦。也是没关系，你们可以再做一首。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一直以为那时候在做的时候也会以为说这个主题所谓的 R&B girl 喜欢听 R&B 的女生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小众，但好像大家也不是这么 care。 对，不小众啊，其实现在听 R&B 的女生我觉得越来越多。真的吗？哦，我觉得啦。你是怎么发现？你说这两三年还是这三四年还是这五六年？这两三年吧。哦，这两三年。对啊，特别是在亚洲我觉得越来越多了，因为就是有点像是一种有点不像是只是哦我喜欢听这个音乐，有点像是他的一个 like it's like a accessory now， 就是如果哦你也听 R&B， 哦你也听 R&B， 他们就会做朋友。OK，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种音乐类型，可能 maybe R&B， maybe hip hop， 现在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比较流行，而且我觉得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的文化架构。Yeah, yeah, yeah, yeah. 就我的文化架构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喜欢听摇滚，我知道我喜欢听摇滚的时候，我会穿什么衣服，我会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出去玩。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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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或甚至我，你知道我的想法上。对对对对。不是单纯只是说哦，这就是这音乐长这样，就这样。对啊，像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一个人的穿着，我可以大概抓得出 ，OK， 他可能有在听什么样的音乐，对对对 ，Yeah yeah， 确实是。What is good？ 那个 J 这个 Sean， 现在我们回到 Hit FM。Yeah， 我是 Karen Say Say， 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行大运 ，I love you。狐假虎威，马马虎虎，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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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我帮你呼呼，我帮你呼呼。好，谢谢，我们继续往下哈。现在你听到的歌是《What Can I Do》，来自于 Jay Sean 以及梁根荣 Janiel。因为刚刚实在是太尴尬了，所以赶快进一下歌，解除一下这个尴尬。对，哎，过年呐、啊！你过年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最印象深刻的事哦，我觉得是应该是去年耶、欸、去年过年我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没办法就是去美国跟家人过年，所以我也是在台北。然后我那天因为你知道过年、等我一下哦，怎样我咳个嗽好了、因为你知道过年的时候所有的餐厅都是大部分都是关门的嘛，然后外卖也很难叫，没错。所以那一年我们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是搬家，所以我就跟我的 you know 男朋友，我们就在家里面想要叫外卖，但叫不到。等我一下，怎样？观众听一下这段，我很喜欢这段，这段好像是我唱的。他说若下手太轻，就是对彼此残酷，痛苦。这裂痕造大的藏不住。OK， Jay Sean， 没事，就只是想要给大家听一下这段，我觉得很帅而已，很帅，很帅，很帅、欸，非常帅。你看，你不觉得这 tempo 很北蓝吗 ？I know it's fine, I love it。你刚刚说 Kevin， 哦，反正我们就叫不到外卖，然后我们那天就去 Seven Eleven 买了一些吃的，然后我们就在家里过。It was kind of sad, but
还好吧， Very... 就至少跟自己认识的人啊。是啦，但就很记忆深刻。等一下好，我帮大家科普一下，如果大家不知道 Kevin 是谁， Kevin 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导演，然后创作人， yes, 然后也是 Kevin CC 正在交往的男朋友。没错。那我过年比较其實印象深刻的，其实我过年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好像是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那是我第一次，那真的是太无聊了。因为怎样？你在台北嘛，对不对？对，反正我对我也在台北，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台北，所以我其实不需要回中部或是南部去过年。嗯，然后我那天可能就不知道谁找我，然后我们好像忘了初一、初二还是初三，我忘记了，我们就应该是初一，不是初二。嗯哼，我去夜店。哈，不是不是，就真的太无聊了。我跟你讲，那真的是超空的，好无聊、哦，真的是很空，但是就很有。夜店本来就很无聊，我觉得啦。我觉得看你跟谁去，就是我他要必须是一个群体活动，就是好玩的朋友，你喜欢的朋友，你在一起 hang out 会舒服的朋友。嗯 ，Yeah, I guess。但过年应该没有人再去夜店吧？反正我们就是几个在台北没有事干的人，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发现超级无聊的，很空是吗？对，就是其实我们那天去夜店也有喝酒，但是那个跟去一般夜店喝酒的那个状态不一样，它有点，我们已经把那边当 lounge bar 了，好好笑、哦。对，就是糗喝糗喝这样子。OK OK， 那你今年是想要怎样？我现在比较少喝酒，我可能就、嗯、你比较少喝酒。我蛮少喝酒的、啊，我现在没什么在喝酒。哦，对对对对对，你最近在运动减少，因为运动的时候，你就会不想要因为喝酒去延误你的进度，嗯，所以就比较少喝。OK， 刚刚你听到的是 What Can I Do， 来自于 Jay Sean， 再次提醒各位呼吁一下，过年的时候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没错，安全驾驶啊！对啊，不要让我看到你喝酒开车，我一定举报你。我也是，我也一定举报你。水准要维持在一个之上，好吗？对，珍惜生命，各位。没错，这首歌你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美丽本人的《坏爸爸》。美丽本人是一个艺人，是一个网美，是一个 YouTuber， 同时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人。这首歌在讲什么呢？这首歌在讲他的女儿，这首歌在讲他是一个坏爸爸，他没有办法回家陪他的女儿，因为他在忙着唱歌跟工作。哦、really？ 没错。所以 Jayshaw， 你今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我今年的新的计划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惊天动地的计划，其实就是。专辑对嘛，专辑、嗯、然后最近还会有一个演唱会，是不是？没错，就是3月5号的装逼硬要装逼演唱会 Extra Pretentious Concert， 在北流。没有错，我们就是要在北流瞎搞。 Nice， 我很期待。对啊，我所谓的瞎搞就是我要轻松，輕鬆，我不想要只是就是很单方面的输出，然后你单方面的吸收，我希望也可以我输出给你，那你也输出一些东西给我，包含了你参与这个东西，包含了你可能想要变成是其中的一环、嗯、对，就是就像有点像是我们如果参加一些所谓的主题派对、嗯、主题派对是没有艺人表演的、嗯、那不就是所谓的那个当下的氛围跟你跟朋友之间的互动。懂，就是会更那种亲近的感觉啦，不会是只是看一场演唱会。没错，就是因为怕他们这样子会无聊，我不想要把这件事情去沦为就只是单方面的去欣赏。对对对对对，就像是你看电影就是纯欣赏、嗯、然后或者是你可能看一些类似歌剧或什么东西、嗯、那是比较少互动性的。那我觉得这种音乐类型，然后刚好我喜欢的东西也是比较有互动的。嗯，我相信你做的演唱会肯定很有趣，因为你就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一个人，你有很多很有趣的想法。你有看那个你的 teaser 吗？对，就是演唱会的那个前导片。有，完全没有看懂你想要干嘛。
那你觉得壮观嘛，对不对？很壮观啊，就很像一个电影，什么那种英雄电影的 teaser。没错，因为那你一定会想说，这个是什么？对，有什么关联？对，我就会一直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没有关联。没有任何关联。对，为什么呢？但是他又没有关联的情况下，又可以非常去贴切这个演唱会的主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演唱会叫做装逼，硬要装逼，那就是那为什么这些画面放在里面呢？因为他看起来很装逼，他看起来很硬要装逼。对，那有时候就是我就觉得放在里面很帅，很装逼，我不需要去跟你解释什么原因。就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想要穿得漂亮一点，或是想要怎么样，他还要跟人家啰里吧嗦这么多东西哦，因为没有，因为我今天汽车不好，就是讲那么多，我就觉得这样看起来很不错嘛，就这样子嘛，还有什么原因啊？就是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的装逼。你不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就哦对，为什么你要穿墨绿色？为什么什么没有？我就因为我喜欢，对嘛？没错。那你觉得你自己算是一个装逼的人吗？有时候装，有时候不装。哎、欸、，Yeah, me too, me too。就想到的时候就装一下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啊啊、我们蛮常装逼的。有啦，真的有啦，有啦。就是如果没有很认识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就是会觉得我们比较装逼一点。哦，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啦，我要帮我们说一点好话，你在那边一直往上面补墙，装逼也是可以很正面的啊。哦，我不是说正面的部分啦，我就是说就是我们。也是哦，也是很真诚的人啦。对，也是很真诚的人，也是好沟通的人，对，也是个文明人，哦、是是是，有受过教育水平的，文明的装逼人，没错。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我是 Karen CC， 我是 Jay Sean， 那个 Jay 这个 Sean， 耶、yeah, ，然后现在正在播放的歌呢，就是我的全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哈，叫做《花园里的流星雨》，来自于流星花园，好、啊、花园，流星花园的这个剧的这个启发。没错 ，Fun Fact， 这个歌呢，其实有个 MV， 然后 MV 里面就是有四个男生长得很像 F 四，然后我本人呢就是饰演山菜的角色。原本我们其中的男主角的人选是 Jay Sean， 原本预定的。我那个时候听到，我就也是毫不犹豫的立马的婉拒。我也是毫不犹豫的跟他说，还是算了吧。他说不适合。我说我跟你演那个画面哦，我无法，我无法，我真的无法，我真的，我不要躲。真的，因为后来我们就是在拍摄的那一天，然后我就心里面一直想，天哪，如果今天是要我跟Jay Sean演，我们应该会笑死。能看吗？不能看。你说这能播吗？也不是，我觉得会变成搞笑的，就不会变得那么 like。偶像剧的感觉。对啊，你说我这样子，我以后怎么混啊？我真的笑死。But yeah， 这首歌呢，反正就是在讲流星花园的啦。然后当初想要写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我觉得这部戏是一个很能代表就是华语流行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作品吧，所以希望这首歌就是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他们早期2000年代的一些回忆。千禧年 Y2K 是我最最。你有看过流星花园吗？没。没有。没有。Why？ 我比较少看偶像剧。不是比较少看，我没有看偶像剧。哈。好吧，也不太适合你。我，你都看僵尸片？没有，我就是看科幻片、奇幻片跟恐怖片，我就看这几个。那如果有一个那种僵尸的偶像剧，我没有看过僵尸偶像剧，但是我看过一个僵尸的爱情剧，叫做《Warm Body》。哦，是很 romantic 的吗？可能算是，但是因为它的主题很北兰，所以我很有兴趣。就是我可以接受你是那种特别的
类型的片子去包一个所谓的爱情或是包文艺，我觉得 OK， 但你要我纯看我真的会不一定会想看。嗯，是啦，我觉得偶像剧比较是女生会喜欢的戏剧。对啊，而且我小时候经常看。哦，真的假的？小很小的时候。对啊，而且千禧年那时候超多偶像剧，很多，那个时候是爆多哎，偶像剧的年代，而且有很多 boy band。boy band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团体啊，可能像是Backstreet Boys 啊、oh ，或者是 NSYNC， yeah yeah， or even Boyzone， I don't know。Yeah, girl groups too， 女生也有 TLC， TLC， 对对对，那些都是我那时候超级爱的爱听。哦，我小时候超爱听 Backstreet Boys， Backstreet Boys， oh my 经典，非常经典。好，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天的节目的尾声了，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听歌。我是 Karen CC， 我是 Jay Sean 了。现在到了尾声，又到了时间要说拜拜了。没错，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这一集的影像的部分的话，可以到 Head FM 的 YouTube 可以看到我们就是 you know 美丽的容貌。对，但是很可惜，也就是。我的话就还好，对，怎样？对，像 Karen 的部分呢，她美丽的容貌就会被那个她的那个口罩给遮住了，非常非常的可惜。哎，真的是太可惜，非常非常可惜，都看不到这个鼻子以下，哎呀，这个有事吗？好了啦，反正哎，我们到最后了，就还是要讲讲我们新年的一些吉祥话，祝大家就是 you know。身体健康，赚大钱，我真心的祝你们赚大钱。真心真心，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所向披靡，什么东西听不懂？百毒不侵就是永远不会中毒嘛。那所向披靡就是很风靡全球的意思。这样哇，我怎么讲？所向披靡。我所向披靡，对，可以这样用吗？也可以，可以。然后就是比较，有点像是 like I'm the best， I'm the best， I'm impeccable or something。我所向披靡，对。然后天下无敌。然后祝大家那个恭喜发财，天天捡到钱，每天升官。对，然后一定要去看 Jay Sean 的演唱会。对，你就什么可以来看看。三月五号，三月五号在北流，没错，装逼，硬要装逼，全名啊，讲一下，用这个震撼一点的口气讲一下哈，来讲 ，Jay Sean 2022硬要装逼演唱会，年度最佳男艺人 Jay Sean， 不是我讲，是他讲的，没错。对啊，然后也要听一下我的新专辑啦，哈 ，99% Angel， 对 ，99% Angel， 我们这次接下来陆续还会有一些视觉出，大家可以敬请期待。是什么视觉啊？先不讲吧，还蛮不错的。然后最近也是有 working on some other projects， 很开，就是很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什么 project？ 我不告诉你。哇，你什么都不讲，你上来聊天聊什么？我就是一个神秘的人。哇，你也太神秘了吧！你猜不透的。哇，好，这神秘神秘最神秘。没错。Goodbye, everybody， 新年快乐。拜拜，新年快乐。我是 Jay Sean， 各位 Karen CC， 后会有期。拜拜。